本节目由打开珍稀镀个小价的珍稀生牛乳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美味趣多多，逗趣笑哈哈。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特约赞助播出，华为 MatePad Pro 系列超轻薄旗舰平板，创享随行。不行不行，你还会喷水？上上小鹿，其实是玩咱们，不是咱们玩。Oh my god！ Battle！ 乔哥，这谁能跳过他呀 ？3, 2, 1, go！欢迎大家来到五哈四启程庆典啊！哟，永林车行，主要是今年综艺节目的市场经济环境也不太好，费用也不太够，所以呢，场地呢是有修理厂赞助的，但是我们是精心布置的。你说他正式吧，也挺正式，但是你说草率吧，也挺草率的。写俩字，这个拱门，拱门太随意了。他不写，咱都不知道那是拱门。这门口还有黑气球人，这啥意思？情调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走吗？那咱就不管了吧，哥。Hello。走，哦，爷爷，哇，来，进来看看，哦，那还一挂，吓死，这真是个维修站，哎，这咱们前几季的，上一季的，可以，这是天，这一季是要搞回忆杀吗？不知道耶，最后一季了，是吧？哎呦，可以耶，拿奖杯的。接下来就要有请五号队还有大爷队。哎呦，原谅我这一生百里风中爱自由。这张特好，这干啥呢？这不是忘词了吗？在大哥家来了一遍。大悲城啊，比比鸡啊，你最能灵机啊！左边跟我一起。哎，超哥这张挺好，东北虎挺猛。哎呦，这墨哥那个破水成冰，这刚哥们干嘛呢？搞这么伤感，感觉像最后一期哈。对啊，感觉要杀青了。这张拔河那个。蛇兵，赔了夫人又蛇兵啊！这叫人体第九大奇迹，这形象是飞鱼母一样。哇，五哈四启程庆典。哎呦！
所以咱们是白走了是吧？又出来了，又回来了。陈赫呢？陈赫呢？大哥，这么早的烤串啊？哦，是他们要求的吗？对呀、啊。多么，都讲实话，他们要求的。哪个熟了？差不多了。啊、嗯，行，待会给我烤一个。完了，你看看，你太聪明了吧？你是内奸是吧？你不跑，你为什么不跑？我太聪明了。哦，啊！这什么？什么？啥呀？这是什么造型啊？为啥呢？打起来了，跑大门口了，是不是？没管住，哈哈哈！把冰淇淋拿出来吧，朋友们，我吃一口。这么多人他抓不住啊！哎，吓死我了。没人追你，你就自己直线的时候有啊，然后拐过去没了，拐过去没人呢、啊，拐过去我一跑到车旁边，我想准备左右，没有人，根本不管你，哇，好，大家到正面来啊，到正面来啊，后来，好，那个欢迎大家来到五哈四启程庆典啊，哦，刚才大家没有发现啊，其实冲过去的黑衣人啊，他身上都有写着字的啊，这谁能发现？分别是五哈在全球各地旅行社的代表，哦哟，有的是法国分社，五哈英国分社啊。今年我们是要出国的啊，怎么出去哪里？我们背后就分别是代表不同的地方啊。你们拿个硬币把它刮开，代表去哪里？大哥，大哥刮一个，幸运大哥，幸运之手，刮这个，哎。哇，这太草率了！哈哈，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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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这啥？这是老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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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哇，好，我真的我很喜欢，一直没去过，现在还真是去老挝好，因为真的皮克差就到了。离这也近哈，太近了。好，在40个国家里面，你们选择了老挝，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哦，哦，哦，哇，这一天真是一惊一乍。哦，中老友谊高铁团。什么意思啊？这边没不下了呀！道士，咋回事？咋回事？是失恋就怀疑。我是觉得，
本来面朴实一点挺好的，朴实一点大家都能看得见，是吧？来，够红，来，哟，还歪了。老挝欢迎五哈团。哎，这要不是安排好的，我都去老挝吗？对，去老挝。你们选择的这个地方啊，是你们选的啊，还是你们选的？你们选的，你们选的，好啊，好好啊，我高兴啊，你高兴吗？我就，咱们大概有40个老挝欢迎我们，我是看出来了，非常热情啊，非常热情，你看看，你看看40个老挝，不去都不行。哎，老挝，老挝，老挝，哈哈哈哈，笑话你，谢谢谢谢，你是透不透气啊？谢谢，这个。哎，哥哥们，我突然发现这个不用刮呀，这个可以接。这节目组，好节目组，哇！哎，老挝，老挝，老挝，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去老挝。太草率了。咱把这个再齐声的是吧？来，一起念一遍吧。中老友谊，高铁船，老挝欢迎五哈团。大家现在身上戴的这个花叫做糌粑花，又叫鸡蛋花。鸡蛋花，它是老挝的国花。哦呦呦呦！老挝大家都没去过啊？没有，没去过，没去过。踢了一辈子球都没去过这里，没跟老挝队交过手。没有，那这次就给你个机会，你代表我们去一下。输了咋办？啊，输了咋办？你还怕吗？这要命了！他大哥输的还少吗？踢六轮去。老挝大家都没去过啊，要了解一下，大家回头看电视啊。哎，这有电视，是，哎呀，我的妈呀！哎呦，我这一天我真是有点，你离最近了，累了，离太近了。这电视来的太突然了，怎么这季搞粗暴了？这出汗了。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保持点警觉。我也很担心小鹿，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弹了一早上，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昆明至老挝首都万象。哦，这么好的车。哦，这铁路确实对于这个对意义是非常深远。中南半岛唯一。内陆国家，湄公河。哇！好看。不了解这些，很美。非凡旅程近期的期待，耶，太期待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最重要的环节啊，五哈四启程庆典。哟。明谢单位昆曼修理厂，大斜坡烧烤。然后我们去捡一下彩。好，有请李小姐啊。好。哦，吓我一跳。哇，是我这听到啥我都。喂。啊？为什么要上？啊，大家上去剪彩吧。啊，走啊，真的好神经病。我跟你讲，要比无聊我们是最无聊的。来吧，这不是 so easy。
这有河南，还行吧。很痛，好痛，很滑。大哥，这要命了！凭自己的能力啊！哎，这咋办啊？啊，真的不行。这还好吧？冲上去！这啥？不是还好，真的不行。这哦，哎，可以哎。我还是帅。哎，可以哎，可以哎。拉住，卡住他！天哪，这个！哦，不行不行！啊、我怎么了？不行不行不行，太滑了太滑了！快点跑，那哥！嗯，我先冲一下吧。我觉得冲没问题，是对。走！哎，你们！不是，这是有油污的，好像有那么难吗？我试一下。老六，上八楼吧，电梯战神。不行，没，站不住，完全站不住。哎。妹妹，你是怎么上去的？你们检讨一下啊，为什么人家走得上去，你们走不上去？没事，给你们绳子。哎，来了。哎，谁干这？谁干的？我觉得这一季要不然过两天再录，今天不对，不对，这也下不来。今天不对。哎，大哥，要不然我扔吧。来了，有绳。注意啊，注意胳膊，注意手。哎，可以，你看他上去了。你等着，免得上去那绳就得松，马上他就得咕噜下来。你别提醒他呀，他本来没想上。还行，哥们，还可以，可以上。桌子也是安全的。贺哥来了，这要是他突然松了，我就没了，我就走了，真的。一屁股坐扁一个 GoPro， 管他呢。咱仨一会儿不会把这桌子搞下去？我害怕就这个。哎，其实还行，你看这就上来了，咱先坐定，然后一会儿再想办法呗。我感觉这桌子已经摇摇欲坠了。这桌子，老郑，你来了你就站那儿，就别碰桌子。我怎么站在那儿？那怎么上？我觉得那儿其实挺安全。哎，对，那有钉子，把着那个麦，把着麦，我来。你拽着绳子过去啊，绳子给他。撒手，小鹿撒手。哎，不能撒。起来。我到底撒还是不撒？起来，超哥一把。起来，超哥。拿我的脚抵你。好球。超哥起来站说话。站起来是吧？现在不好站啊。我觉得这样，你先问问他们，我们上来之后，然后呢？我们要干嘛？站好剪彩啊！还要站好啊？站不可能站得好的，这不闹呢吗？来，拽绳拽的，过来。哦，好的，我往下滑点啊。你往下滑点，你别坐着我，你把我坐下去了。我也不想坐着你啊。我快点，你快点啊！你先去呀、啊。我去哪儿啊？去那儿、啊。你就往下呀。那我们就没就往那边移。超哥，你就在那儿吧。你要注意安全啊。你自己注意安全吧。啊。那你们就按照这个位置一个一个往下窜，再往那边挪。我想不完，是你得往那边。走，往那边走。我去哪儿啊？快点。来了，大哥，能不能放个手套、啊？来，手好磨。来，到了。有一说一，挺累啊。
我受不了了。哎，咱把这拉过来不就行？老妹儿啊，同志要下去了，你看一眼上头。呀，哇塞，你们怎么说上来就上来了？哎，不行。哎呀，谢谢。要不然这样，同志啊，你帮我捡一下吧，同志。这不好拿，真不好拿。快，老邓，涛哥站起来啊！哎，其实不一定所有的剪彩都应该站着嘛。老邓，快，这个不好，快点，受不了了。涛哥给你剪。我觉得坐着剪，快点儿。涛哥，你得讲几句话。我不行了，哎，我扛不住，都不行了，都扛不住，手上没劲了。要讲吗？讲什么？你别拖我啊！不是这个，我一撒手，一撒手我就没了。快点！超哥，老邓，超哥，你等我先站起来，快点，快点，老邓，超哥，不行了，我超哥，简单简单，邓超，简单扼要站起来整几句吧。我求求你，等一下，我知道。仪式开始，结束。来吧，快快快，来！哎，你讲的挺好，快快快，超哥，等一下，等一下啊！咋了？稍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一季的五哈是由100%甄选生牛乳的真丝冰淇淋冠名播出的啊！非要在那么痛苦的时候念他吗？冠名商要一起上来剪彩啊！要想一路笑不停，多吃真丝冰淇淋啊！我们有请甄小希。跟大家一起剪彩，你上哪？你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你就在，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别动了，别动。对，这个就是C位，可以了。C位，快点剪吧。来啊，来来吧，开剪，启程。来，1、2、3，剪喽！好耶耶！哇！快往下慢慢走，小心剪刀。撤吧，撤吧，撤吧。哎呀，哦，哎呀，哎，慢点，慢点，妹妹，注意安全，小心，小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个绳儿不用给超哥留了吧？不用给他留了，不用给他留了。放好，大哥。有请大家入座啊！什么？有请大家入座啊！再上去，接着上吧。来，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木五哈团。哎呦我去！咱先上来的稍微轻点的坐啊。我过来吗？来。这要命！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你拽着呀，拽着绳子呀，我没有力气救你。我没有力气救你，我很想救你，但是我的手是没有力气。哎哎，哇，狗不伦都下去，我还管他狗不伦呢，我要走了，自己往上蹬一下。哎呦，你快点呀！来 ，Come on， 来吧。哎，对，给他绳啊。哎。给他绳儿，给他绳儿，给他绳儿啊！拿，你拉一下，我没有力气，拉一下，自己拿，拉一下，绳子不是在你面前吗？哎，不要碰我，放开我，你抓着桌子。我说，这机位怎么样？我动不了，没有力气，不要碰我。我已经是到极限了，朋友们。我感觉这，哎呦呦呦，快，快，桌子要坏，你抓着绳子呀！哎呦，又不说断了。
哇！然后呢？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听大家听每一位，听每一位本季，就是你说话快一点。本季开录之前的感受啊，30秒的演讲啊。什么？张，五哈这新的一季开始了，虽然我们赞助经费有限，只有仅剩的几台 GoPro 还一直往下掉。但是我们期待给大家带去欢乐啊，然后也期待我们老窝之行行出风采。来，可以可以啊，也去一次没有去过的，就是你们规定的老窝，就是你们规定的，咱们敲的，我们敲的老窝，对对对，很期待。对，咱们这集一开始就说经费有限，经费有限，我现在终于知道经费花哪儿了啊，就花这儿了是吧？建大坡了，就花这儿了。好，也很期待去老窝之行，很困难。做好困难的准备啊，快！就是祝大家开心啊，每一天快乐、平安，然后你不要抖好吗？没有抖，你没感觉到往下滑吗？你走开啊！对呀，我抖不了啊！快点，我很担心这个裂。你把手伸出来。呀！哎哎！哦！哎呦！哎呦！超哥没事吧？超哥，超哥真喝，真喝，你不要挪过来，不是我，是我这边一点事没有，是单独你坐的那一块塌了。不可能，我屁股底下是完好的。你刚才挪过来的时候，不是我挪过来。美丽的西双版纳，什么词儿啊？你出那么多汗了，我窗全花了。好，打开珍稀度个小假。什么？纯正美味的珍稀生牛乳冰淇淋，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开局福利啊。什么？听着 BGM 有点哇塞。盲盒，来，兄弟们，兄弟们来，来，那什么，吃冰淇淋，好，好，也没手啊，主要是现在，哎，慢点，慢点，慢点，不好意思，自助套装。助眠套装，防晒套装，是一个熊猫的头套，防蚊套装，我是充电宝，哎，这个好，清凉游戏机，这个真惊喜，集五哈，珍稀冰淇淋将陪伴大家度一个小假，用纯正美味给大家带来惊喜体验，团员每次打开珍稀都有可能获得一个哈，当集齐五个哈时就可以获得本真之力释放卡，哎，有哈，我都有哈了。我有一个，啊？你有吗？我没有。我有，我没有哈。没有啊？没有。我有哈。珍稀冰淇淋啊？那你是注定没哈呀？下面是启动仪式最后一个环节，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启动仪式。啊、有这个必要？就是我们的五哈的主题曲。大家能不能上？看各自他们该有的平台上去听看。五哈，开始吧，开始放音乐，给他唱一个。谁先起头？五哈，五哈，五哈，就快跟我走吧。五哈，五哈，我们现在就出发。五哈，五哈 ，Oh my， 快跟上你的走吧。那话筒还会喷水。我们要。哈哈哈哈一路上有你多娇艳，有你的身材多耀眼，就算是跟着你我都浪费 everyday it's your day。 过不去了，我别说了，你们是我哥，是我女人的哥，那既然没去了，龙华地龙本现在来了比赛，哎呀，哦
哎呀，你别碰我！哎呀，我现在给你勾住。就出发，五哈，五哈，哎，跟上你，走吧，五哈，五哈。路有多遥远，一路上你都，哎呀。Let's go！ 耶、oh, yeah. ！哎，大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车票不要了是吧？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哦，这里是中国的边境磨憨，你们身后的磨憨站就是中老铁路的国门第一站，我们要在这里办理出关手续，登上动车，乘坐中老铁路前往老挝。Yes. 这是大家的车票，大家自己分啊。来，护照检查一下有没有拿啊、哦？来了，快点，我紫外线过敏，我只不跟你开玩笑，真的。我真紫外线过敏，快，是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老舅，没啥问题，都在，都在。OK， 那行，还可以，有。好，走吧，朋友们，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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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出发。老挝玩的愉快啊，我们来了。愉快，会愉快吗？是真的去玩吗？是的。确定啊？特别好玩。他这么强调，很像。其实是玩咱们，玩咱们，不是咱们玩，我们特别好玩。我们特别好玩，走 ，Let's go， 老挝，我们来了，把自己护照拿好啊，大哥拿好了吗？说好呗。在，外拍第一靠谱哉，靠谱哉，现在是靠谱哉。好嘞，走啊！这回可以放在那里。这个怎么跟泰语一模一样？对他们，我问了一下，说是互通的。对啊，什么的卡？韩本卡、扣扣卡、水茫茫。说实话，我真想吃个冰激凌。真假的？真心。我哋又咪又真系冰激凌啊！白头乌龙味啦，来了，真系个冰激凌嘅。哇塞！哇哇塞！真厉害啊！真随身带啊！商务可高兴了，说我们终于吃了，一直没 Q 这事儿。哎，好哇，哇好哇！哎，这不我查的吗？嗯，牛油果，牛油果。这可好吃，这麻薯吗？您好，各位旅客，这边给大家发放一下咱们老挝的入境卡。谢谢。在进入老挝之前，咱们要把它填好。你好，您好，三百迪，大家要提前准备一下。Passport。要不抽老人啊？飞雷啊！人不错了，边个啊？我搞错啦，假的 passport， 真是喝多了，去看不懂啊，有英文。哎呀妈呀，你不知道咋写？写拼音，写拼音，对，拼音，对。OCCUPATION， 谁认识？人家要查谁还不会？哦，工作 ，OK， 你是什么工作？啥？那我这个可以写。Super smart，
rapper。rapper 这个东西。我真写 rapper 了，你写啥 ？dancer。idol 。idol。贺哥，你写啥职业啊 ？actor。singer 吗？louder。后面下面professional 出国了，出国了，这就其实很兴奋。哇，这这么高度哎，没网啊，热带，热带，哎，这边的乡村还挺特别的。哦，他们好像都是统一的，红顶，你看那一模一样。挺神奇啊，说来就来了。哇哦，真的好美。哎，像中国铁路。这好多东西应该都有中文标识。在线上挺好。你干掉了。干完了，干了，先走一个。我是因为牙口不好。你那么养生还能牙口不好？挺好。就是因为养生啊，就不吃冰嘛。我在家是没有，就已经这个功能被没有激化。对，偷着喝口可乐，怎么变成这样？真过分！全给你播出去啊！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是不是？那等等他们喝吗？我跟等等一块偷偷喝。这你带他出去是你们爷俩跑到一个顶擦哇。你们自己好自为之。你好，这边需要核验一下乘车信息。你好，你这边查验车票和护照。靠不塞。靠不塞。靠不塞。也有一个超子，对对对，杨超宇，杨超宇，超宇。哦，您是中国人？对，我是在这边的一个中方，哦，就相当于咱们这趟车上有老方啊，以及咱们的中方。哦，漂亮怎么说？漂亮 ，beautiful， 不是，漂亮的老挝语怎么讲？漂亮，娘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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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绝对，娘来。娘来，对，厉害，厉害，怎么？劲来，劲，劲，对，劲来，你很劲啊，劲来。帅的可以说老，老来，你们每个人都老来，对，老来，你就说自己，我老来，老来，娘来是漂亮，劲，老来是帅，劲来是厉害。你记忆力可以啊，因为他们夸人都有个赖字，赖，对的，谢谢，就是靠谱仔，靠谱仔，你这是靠谱，哦，靠谱仔，你是个靠谱仔，靠谱仔，哦哦，这样好记，对，你这个方法好记。那我问一下，五哈团，这个怎么说？五哈乌，这么巧吗？那等于五哈也得是。哈哈哈，对，就是把前面几个字说重一点。靠谱仔，你比如说靠谱仔，靠谱仔，听着好欠揍啊，哥，靠谱仔，真的是这样，靠谱仔，你那样说出来，怪怪的。三百，对对，最后要那个音要长一点。我们这趟线通了多久了，哥？咱们全线拉通的话是今年的四月份，哦，四月份，对，就相当于之前它是修好，哦，新线，哦，起点就是我们昆明是昆明南站，昆明南站，然后京亭咱们上车的那个地方，全程是10小时，是，对的，10个小时，哇，厉害，快，中国速度，中国速度，中国速度，现在出行就特别方便嘛，之前这边出行。不安全，也不方便，他们自驾那些。哦，他们现在就可以乘坐我们的动车，出行、就医、上学，都非常的方便。哦，就医太便利了，上学，对。他们这个站建的也挺好的，很干净。我这样说呢，挺干净。对对对。咱们这边也过去玩也方便多了。是的。
老挝的旅游也现在也是相当可观，泰国的游客也比较喜欢坐咱们这条线，然后还有咱们欧美的一些旅客，韩国的旅客也有啊。咱们沿线的一些商机啊、经济啊，像什么榴莲、芒果，就可以通过咱们中老铁路，然后到昆明，对，然后再运送到其他城市啊，方便。这一条铁路带来的福利太多了。哦，到了，琅勃拉邦，琅勃拉邦，琅勃拉邦，哇，到了，哎，有人接，哪有人接呀？好，你好，三百里，那我们走吧，跟我走那边啊，好 ，OK， 这里就是老挝。罗宝石，喂，这儿呢。工作给了我黑色的眼圈，度假我要去天津海边。工作一大把，怎么去潇洒？我说，先度个小假。珍稀蜜桃、青梅、流心冰淇淋，甄选生乳，立刻爆浆。罗宝石，来我办公室一趟。打开珍稀，度个小假。你好，三百里，那我们走吧，跟我走那边啊，好 ，OK， 这里就是老挝，哇哇哇哦，哇塞，出国了，帅是啥来着？什么赖来着？老赖 ，I'm 赖，哦，这是啥呀？哦，那调调车，泰国那个，对，因为棒棒，蹦蹦车，啊，可以看那嘞 ，OK， 可以看那嘞，啊，好，后面还有老赖，等会儿这两个老赖，晒奶，热嘞，打开珍稀度个小假，100%甄选生牛乳的珍稀冰淇淋，和大家一起解锁新地图，欢迎到老巴拉邦啊，谢谢珍稀， okay. 谢谢 ，You。扫描珍稀促销装内二维码，惊喜好礼抢不停。琅勃拉邦这个城市啊，是老挝历史最悠久的古城，也是东南亚地区保留法式建筑最完好的城市之一，所以这里法餐很好吃。哇塞，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他们这边独有的交通工具啊？棒棒车啊，在这里的这个车叫突突车啊。嗯，嘟嘟嘟嘟车，嘟嘟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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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的突突突车，这车还有裙子呢，这车突突的。我们现在给大家配备的这辆突突车是最豪华的突突车啊。哦耶，有司机，待会儿就带他走。但是呢，现在这个车上只有三个位置啊，所以呢，只有三个人能坐这个车，另外三个人需要自行前往。啊？骑自行车前往？自行前往啊？骑自行车这天疯了吧？自行车。啊，我们稍微玩个小游戏竞争一下啊！来，你们自己先分个队吧。就这么站着了，就这个地方已经站好了，就这么分了，这么分了，来吧，来吧，小东西，老东西，好，那边有个起跑线，待会儿音乐响起之后呢，你们先跳舞啊，音乐一停呢，就带着行李上车抢位置，3分钟以后，哪个队在车上的人和行李多，哪个队就可以用这辆车出发。好，咱是不是有点策略？就比如说我先冲上去，咱等着往上拉，因为行李得上去嘛，是不是有人接着？这么的。你先跑，你也正常。行，然后应该你比我，你们俩都比我快嘛。嗯，他们行李上去就给他扔下来呗。对呀、啊。
那我们俩都拼了命，咱们卡不牢。对，好，我们俩就卡他们。那我就到那边那边去。啊！哎，你走到旁边来，没有好事啊。他要冲咱们！哎，不不不，他往这边冲咱们！哎，好，放音乐。倒转！哥，跳舞啊，哥，认真跳舞。小的输了，小的输了。你看，小的下车。老东西们，再见。啥战术啊？太笨了。哎，突突突突突突突奶啊！奶，拜拜。突来突来，你们这种战队啊，就不自量力。突奶。你这个大身躯在这上面，谁能上得来？哎呀，你把这汗死了，谁能把他拖下去？大守门员，你们谁有驾照啊？老舅啊，老舅是吧？啊，你们可能需要自己开车去，然后很破的一个车子。太牛了！阿拉的三百里。箱儿，要要要！我拿个箱儿，我走。哦，咱们开着箱儿去吧，要不然咱骑着箱儿，开着箱儿走啊。对啊。哎，还挺顺滑，哎，挺顺的。我们直接去 hotel 啊？对对对，直接去。哇塞！走吧，哇奶，开心吗？Everybody， 拜拜，加油！哎，哎，哎，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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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师傅快走走走啊。回来！哎呀，抢抢吧，抢！不懂得尊老爱幼的人，你们不会要推这个走吧？快，我们的车呢？我们的车在哪？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来来来来来来，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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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那还比啥呀？那刚才这是干嘛呀？手指甲盖都快抠掉了，腿都磨破了。万大哥上山入地，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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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奈 ，come on， 卡，萨瓦迪卡。但确实出点汗挺好的。关内，来来，啊！哦，开看到了，上车。有人要坐副驾吗？还是就坐外头？哎呦我天，这车嘎嘎破！来，你们瞅瞅。哎呦我去，这是人能开的吗？哎呦我去，不是这车做旧了吧？我去，不是这破，哎呦我天，我这一般碰不着那么破的车。行，那我们坐外面，我们坐外面。哎呦，没事吧？坐好了吧？啊，可以啊。哎呦我，哎呦，坐好、啊，有推背呢。哎，他们三个人正好，那他们三个人。Oh yeah！ 哎，鸣笛是要被抓的。来不来？来呀！来不来？两来！走不走？老来！200块一位。走吗？想坐吗？想坐，今天得给我们做牛做马。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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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是我们得表态呗？现在得必须得表态啊！都他们两肚子。好。我看我有没有上去拦你们？坐，我是不是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哦，来来来来来，自己人坐，坐我旁边吹空调。客哥，上上上，没问题，上上。超哥，大哥，表个态吧，这也可以不上，你们就在这待着呗。表个态，你走吧。真这么倔强吗？凉快，凉快得很。凉快，我凉快。让我凉快了。哎哎，大哥，没事，走吧。走走来来来，陈哥，走吧。大哥，我刚说什么？那个叛徒。大哥，大哥，大哥，我刚才拖延的可以吗？啊？我刚才分散他们注意力聚焦可以吗？可以吗？啊？谁啊？我不是我的话，这个门能打开吗？你呀、啊，哎，你小名叫普子刀。大哥，大哥，愿赌服输，愿赌愿赌愿赌什么了？你有说清楚赌什么了？要走大家一起走，要就别走。走吧，一起走吧，大哥，一起走，一起走，一起走。超哥，哎，走不走？我觉得看看他们态度吧。啊？态度怎么样？哎呦！哎，刚才怎么跟你们说的？别惹我，带我们走吧。别墨迹了，我们要化了，你知道吧？我们去哪儿啊？去哪儿啊？我们去哪儿啊？这个喇布拉邦确实有非常多很好的酒店，我们自己给你们订了非常好的酒店，但是需要你们自己找到这个地方。规则是这样的，我有6句老挝话，你们排队过来学，一人一句，然后这6句话就可以找到这个酒店。OK。然后如果中间你们要再听，就交给我们一只鞋，让你再听一遍。太简单了。哎，大哥先来呗。大哥，大哥能行吗？哎，大哥最后，大哥野狼都得唱20遍。大哥最后吧，大哥最后吧，来，第一上来就歪了。
那你去。啊，曹哥，队长，队长先来第一句吧。可以自己选吗？队长先来第一句吧。可以，先来就听第一句。快呀！第一句比较重要。怕难。我很担心他。应该没戏，我感觉他记不住应该。สบายดี ค่อยเป็นคนจีน好记住就好了啊注意记住完了后面那个太难了还能再听一遍吗那就给鞋了就最后一次机会那不行就这个距离就这个那不行就这个不是我跟着他走一遍嘛我跟着他走一遍不行不行第二句啊第二句来贺哥准备好啊ค่อยมานี่เป็นเธอทำอีท傻在原地了有那么难吗那一句快要满你嘛痛你快天哪你哎你不能穿了以后这啊这鞋你现在确定了啊那我待会儿吧到酒店为止好待会儿再拖给你好吗好我已经是记不住不可能宽哪你嘛供你卡你我来第三句我看看多难可以啊松快空空空空空空我记住了真假的可以啊松快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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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开东北台北国开来得国开来得最短一句国开来得那还行สบายดี ค่อยเป็นคนจีน ค่อยยากซอกห้าโรงแรมคงค่อย ค่อยมานี่เป็นเธอทำอีท ที่ยูแมน โซฟีเทลล่วงผ่าบางพวกค่อยต้องไปทางได้ขอบใจและไล่เด้อค่อยนั้นนี่นะคุณคันคันนี่ค่อยนั้นนี่ค่อยนั้นค่อยนั้นนี่นะคุณคันคันนี่记住没没已经忘了我一瞬间好晕本来不晕的我感觉就以我这句他们能听懂我这个也行你那是啥婆愧东北砍炭什么东北东北我去东北砍炭回东北砍炭我去东北躺炕回去回到东北砍炭哎我这句可能最难困难你的困难你给我那句整没了你别说你别困难你的挺困难走吧好哎你说不行就脱鞋呗咋办呀快那你那不可能不可能呀对欢迎奶奶呀亲奶奶好了吗哎几够啊欢迎奶奶欢迎奶奶他俩已经疯了自己欢迎奶奶欢迎奶奶贺哥你别念了你把我那块念没了我自己的每一遍都不一样老卧鞋我们出发啦哎几够啊欢迎你奶奶欢迎奶奶他俩已经疯了自己妞妞三百里中文会说吗他说不会Where are you? Where? I don't know where is the... 要么就是你们说的不清肯定是我说的不清楚对可以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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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还能剥夺掉我们的什么？裤衩子要不？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每周一中午12点，会员专享加更，更多精彩微博内容给你快乐翻倍。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5哈4，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和5哈4一起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上前程无忧51 job 拿 offer 赚高薪，哈哈哈哈！上闲鱼搜哈哈哈哈，与5哈团一起只晒不卖，上百度地图说小度小度，哈哈哈哈哈！一键打卡节目同款地点，无论音音美音，来有道词典听中国人的全球发音。感谢北青网娱乐、中青网娱乐、千龙网娱乐、会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It was quite easy to find and it was fast. It was comfortable and was fast. It's fast. Safe. 넓고쾌적하고오좋아요很方便的。如果坐大巴车的话，就是两天才到。สะดวกสบายเนาะสะดวกสบายที่สุดเล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ดินทางไปมาไปกลับได้ในมือเดียวจองง่ายจองล่วงหน้าง่ายอะไรให้เราวางแผนง่าย就是有了中老铁路之后，很多国家就是认识了老挝。本科的时候我也写毕业论文是中老铁路机遇与挑战。五哈第四季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更新上下期，会员抢先看一周。五哈和他的朋友们每周一中午12点惊喜加更，会员专享解锁更多精彩。哈四看不够，每周二到周五哈哈放映室24小时直播，哈一到哈三超爽回顾，还有超多精彩节目放映不停。